你生活最近来说到亲好朋友早安快乐，今日是足特殊的日子啦吼，拄好咱国历的八月七八，啊，咱讲通常嘛，讲爸爸节，爸爸节，啊，那就祝福我们的天下的爸爸跟妈妈啦吼，都同样的吼。那母亲节，爸爸嘛是同款跟妈妈做伙庆祝，啊，那爸爸节，妈妈嘛是跟爸爸做伙庆祝啦吼。祝福大家爸爸节！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八十无稀奇，九十满满是。好，咱这所有的吼，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食饱力啦吼。哎呀，身体健康是无价宝啦吼，最主要还是要健康啦吼。啊，而且呢，感恩着咱的孙兄叔姐对咱的节目的支持加爱护。啊，今日有个拜师啊吼。礼拜四我们还是有开课，啊，有足侪人讲，咱唔是拢中门拢有诶，拢无关无开啊，啊嘛无咧办事啊，啊那刚才恁十天必生讲有咧办事，为众生效劳，为众生服务，咱无咧分讲七月都未使创啥，慈悲业我们也说是一样照办啦吼，啊，到恁若有代志正经要办，咱就来，哦，但是慈天必生讲是绝对无咧休困诶吼。一三五连生，我嘛是伫遐啦。二四六日办事，每生嘛是赶快来伫恭喜啦吼。来用真心来服务大众，啊，用诚心来服务咱的师兄师姐啦吼。很好听，然后是母娘，感恩，然后讲人的念头是命运的经济，然后现在讲人的念头，你的念头不对啊，像即马讲新闻报纸讲，哎，几啊亿嘞呢？安人我都怪嘞，拢退休金几啊亿，那么我都该怪嘞，安尼，我感觉即马人哦，有一点点贪恋。啊，咱都已经有几啊亿啊！你讲你安怎食，亿来亿去哦！你几啊亿，你安怎食？你一个人食嘛，食袂完，吼、哦！
啊，即马人甲你讲好，即安怎来投资，安怎来赚，反正佫有通加几啊倍，安尼去几啊亿，人都摸咧，都去啊，为外国去啊，人去享受啊，啊，咱都厝做念头念头，啊，安尼有哪这么简单就会当互骗安尼？人生，人的念头是命运的种子。啊，你念头到底在念头什么呢？你是在想啥？以每一个人的处事行事，吼、哦，咱结了吉凶祸福的果实，拢是贪。我们就结了这个吉凶祸福的果实，都是贪恋呐、啊。人之祸福都是因心而起，因咱的心里起的。自性犹如一面镜，只要自性犹如一面镜，能照到自己的面目，将自己错误的清楚的把它照应出来，吼、哦，互咱家己也当有改善的机会，有改变的机会，吼、哦，一切诸果皆有因呐、啊，所有一切拢总是有因，无迄个因就袂起啦。啊，因呐起，一切诸报皆是业起啦。啊，业嘛是会来。反正你五六亿，你无再来开，无再来去个享受，换别人去享受。啊，也许是你前世欠他的，他找到你了，吼、哦，所以嘛，你要还人家，用安尼较甘愿啦。用这种想法，身体较袂怕歹。啊！我较早可能我那个冒几啊亿吼，甲摕来开，啊，即马换来甲冒几啊亿倒转去，安尼拄啊行伊安尼啦，啊好啦，准拄好，安尼你用这种心态吼，我咧讲身体阁未怕歹，吼、哦、啊，无一六亿咱食较歹嘛无要紧，用这样的方式去过生活，安尼较好过哦。啊，你还一直想讲哦，我无带无一去用骗六亿，我无带无一去用骗六亿，安尼你足紧就起笑哦。足紧哦，这个肉体就叫你不派。一切诸果皆有因呐、啊，一切所有的果绝对做原因的嘞。吼、哦，一切诸报皆是业报，人生之苦就是过去。吼、哦，啊，咱过去世的这个业力的果报，别人人哪唔去甲恶，谁来敢要来恶你？别人拢足侪人嘛是足侪趁钱的人足侪，为啥伊唔去甲骗？伊介都无因果，所以伊无去甲骗。啊，伊哪唔去甲害？伊介伊都无因果害，所以伊未去甲害，对无？啊，这就是牵来到这后拄着，你就是现我。用安尼的方式会较好过日啊。钱方骗的都骗你啊，总是日子啊照常爱过啊。别人有的不是用去嫉妒啊。好，因为他们曾经付出过，自己没有像，好、哦，自己没有的不要泄气，因为你可以努力加油。其实这大条钱哄骗的哈，好、哦，拢是偷一下，迄个拢是贪心，因为贪心要搁爱搁较济，所以这是第一条唔对。第二条就是讲，因果叫我找到啊，啊，你就挑工。吼、哦，正讲咱的头壳都无法成功，都无法度想遐济，啊，所以咱就提钱予伊，搁兼甲细细，甲咱骗钱，咱搁兼甲细细，安尼，啊，这就是安尼，就因果就了啊，吼、哦，安尼就了，用这样的方式啊，因果也了了。所以不要泄气，因为你可以再努力加油，学会知足就不会有贪呐、啊，学会慈悲就不会有怨恨呐、啊。学修这个道理要从啊？学修这个道理就是必须爱学修慈悲嘛。啊，菩提心就是修道。好、哦，菩提心是随道的大善缘。既然菩提心是学道的大善缘，是因为有了这个善缘，好、哦，咱到我都消除这个业障，咱到我都消除这个业力。安尼好，即世间才淡个等等。咱甲离啊，好，六亿提开，那剩的咱无欠。做世间的良缘甲善报啦，吼、哦，福禄跟运势啦，吼、哦，有这个福禄都运势嘛，该是因德而生。啊，咱嘴呢咧讲的这个修德，就是在修自己的浩然正气。所以咱常咧讲，善行积德，运势才会好啦。
啊，你若有善行，积德运势就会好啊。真正的改变命运，不是机遇啦，而是心的态度。你心的态度哪有改变到遐，你就能行善积德，就是在设置自己的明天。好、哦、善，种善因得善果，就是在储备自己的未来。对啊，就无就无呀，好、哦、啊。就去退就退呀，啊，无免啦。所以人生吼、哦，就是安尼，才懵懵懂懂吼、哦，啊，就感觉迄六亿吼、哦，甲放咧银行生利息哦，看你安怎食嘛食袂完。啊，为什么你要去甲摸迄六亿出来给伊？啊，你要搁甲变，看会搁较侪钱无？啊，结果煞连钱拢无去。吼、哦，这个就不要再谈了，因为越谈心里面吼、哦、会觉得说。人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哦、让自己老来的时候、哦、没有信心。我们人老的时候身躯若无钱也无信心，还一样就是三个字，你六亿给某个给人，你来怕他是一个妹吗？会啊，会骂你念头吗？会啊，会骂你惨吗？会啊，对你越来越不尊敬你，会吗？会，因为你尊敬你六万，不是六万而已，他是在尊敬你六亿。恁遐后生新妇查某囝，拢是咧尊敬你身躯边迄六亿啦。自从迄六亿判给你了后，去用怪了后，迄个时阵大家讲话，就拢无啥物礼貌啊啦。吼、哦，所以去还过骂咧。所以，因为世间的一切啊，都要靠因缘和合才能成就，离开人群就没有因缘，而且因助人。人讲以人为本啦、啊，要重视的就是咱的六亲眷属的存在。一需要是要爱啥？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苦乐安危等等等。所以讲人道圆满啦、啊，佛道必然是慢慢的成就。以人为本，以众为我的修行。好、哦，处处给人信心啦、啊，好、哦，处处给人信心，给人希望。吼，互人方便啦，吼。所以呢，咱讲性情啦，吼，嘛是一种真理啦。但是咱万物拢感觉足奇迹的吼，尤其是咱这卖人很奇迹啦，吼。啊，为什么？吼，遇到的都是吼，让人家目瞪口呆的事，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会发生这种事？啊，那较早的人无钱就无钱啊，他有发生这种代志，对不？哎，讲啊，就讲啦，讲。要怎么讲才会让自己、哦、真正的留下自己这一辈子？学修最主要是咧学一个卖贪，用心来印心，吼、哦、来观之意，吼、哦、家己甲找也好。搁一样就是啥？每一个人，只要你遇到什么事，你绝对不要因为这个事。把你后面所有的人生、哦、把你的快乐把你的乐观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全部把当作说这样到这样而已，这样你后面未来的生活就不好过了、哦、因为 你会纠结嘛，你会烦恼嘛、啊、你就不要烦恼啊、哦、好意就好意啊，要提起嘛提起啊、哦、所以我们说人要有办法马上吼、哦，该自由无忧，还是无可能啦哈。但是这嘛爱学习了，爱学习，学习好伊，就我多做点点嘛，安尼甲恁告诫啊，甲恁告诫讲，哎呀，淡然，得知我性，失之我命啊，淡然就好。无为就是心啊，啊恁就是无人提起都提起，啊你找也找袂转啊，所以万事皆法依自然嘛。所以讲，这代志拄着就是安尼。正因为心无所惜、啊、更应该以我命在我不在天，这样你就放下去就好了，这样你会够很好生活、哦、所以为什么要修，我们为什么要修，就是在修一个什么，修一个放下，应该怎么样，你修了之后能够得到什么果、哎、没有得到什么果、啊、你得到放下，你得到的这些烦恼全部都可以放下，你就是换心的一个人。
就很清楚啊。你放下下，你就是搁由心开始嘛。啊，遐两个放啊袂记哩，搁位头啊开始，安尼。所以讲，我们为什么讲这四个问题你要想清楚，自己的修行，吼、哦，不要迷茫。遇到魔障的时候，也不要吼、哦、生退起心，啊，就是像你即嘛，拄着魔障啊，吼、哦、啊，拄着魔障啊，真去用怪啊。你嘛袂使生起恨心呐、啊，安尼你是帮你家己，啊嘛是折磨你家己吼。先讲的就是讲爱修，修甲讲啊，这本来物件都讲加下，你较济你就开较济，我较少我就开较少，对无？啊，当然有钱好开，就大家讲加开。吼，啊若无的时阵哦，家己拍拼，家己欠。吼，啊若正经搁拄着一寡问题啊，哎，算了吧，哎。拿也拿不回来了，你要去撞墙啊！我念头哥撞墙，对吧？钱搁赚得有啊啦吼！说修了之后能得到什么果啊？就是因跟果。你那魔障在哪里？在你的心呐、啊！你那卖贪，根本就无啊啦。先说为什么要修的问题，许多人在最前面吼，要搁足感觉足兴趣的，但是为什么到尾吼？也无兴趣的原因，都是在什么？都是在我们有遇到困难。咱拢讲哦，神足兴的嘛，我怎啊足认真拜这尊神？但这尊神吼、哦，那就无甲你斗波比，那就互你有足济吼，即、哦、所谓卡关啊，这样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你拜到尾啊，你也感觉安尼神嘛袂讲神通福广大，神嘛袂当替咱解决问题，神嘛无法度甲咱斗相共这问题，伊拢无去想着讲，迄、那个问题到底是谁出的？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咱家己去创造的，今仔日会安呢是咱家己，啊，为什么拢这代志要偏向神来解决？那就足笑亏啊吼！所以道教在四面人心，吼、哦、表现出来的某一种就是什么，我们都。把神当乐、哦、神通广大的神，有遇到什么都要找神，那是错的。为什么人的彰显是要叫你、哦、向往、哦、自由，而叫你、哦、了解、哦、了解什么叫做修，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人家是在人是在坐，人不是在叫人说一定拄到神，就神所有的代志，拢会甲你揽来甲你处理，绝对无这种代志啦吼。所以人吼、哦，也、啊、是安尼，拄到就较淡然的吼，也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吼、哦，反而身体不好啦。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啦。来，恁即马来安排一块好听的梵歌吼，即块敢那是母牛的圣歌，吹牛。灰牛，
咱今日今日是爸爸节啦吼，爸爸节才有一块歌呢，敢那是迄、那个诶较早吼足够唱诶，迄、那个郑俊宇唱诶，我感觉未歹听咧，啊未歹听咧，甲听看卖下咧吼，讲老爸就是爸爸。爸爸节快乐！吼，听这段，你是阮老爸。有没有好感动？一个人总嘛，干那一个老爸啦吼。那今天就是爸爸节啦吼，听起来超感动的吼，超感动的吼。好感动哦，真正老爸有钱无地买啊，不是干那老爸无钱无地买，要珍惜当下，一旦失去了这辈子的缘分啦，就无啊，就无啊啦，老爸嘛一个尔啦，
啊，所以讲吼，足侪老爸吼，为着咱的囝儿事事啦吼，拢是真正是苦真甘来啦吼。啊，听着听着，我感觉袂歹听。一生当中无怨无悔的关怀我们的，就是阿爸阿母。吼、哦，阿爸阿母，吼、哦，咱常咧讲吼，人情世事啦，咱来好好啊珍惜，把握当下。囝儿事事爱加陪伴，咱老故乡的这个老阿爸。吼、哦，啊那要阿母爱陪伴咱的老阿爸，陪伴咱的老阿娘，即使一通电话也好，一通问候也好，爸妈心里就会感受到非常喜悦啦吼、哦。所以有人讲哦，啊中昼转到厝啦，发现老爸讲开门啊，发现恁老爸早就无伫咧啊，为什么？因为爸爸已经走了。爷爷升天了吼、哦，啊，所以足济吼时间啦吼、哦，咱拢无法度去把握啦，有时候也没办法去把握说我们的吼、哦、啊爸爸到底能陪我们多久啦吼、哦，几十年啊时间就过去啊吼，啊嘛希望啦吼、哦，啊咱，你即马这个时代，也不要说真正吼、哦、啊咱。得袂到，但是咱嘛是爱怀念啦。老爸无伫身躯边啊，但是咱嘛是得爱怀念啦。你讲是毋是呢？即马讲到七月啦吼，七月顺金之月，讲金光闪闪的农历的七月零，原来是适逢立秋啦，吼立秋有感啊。对这个节气来讲啦吼，有几个特别吼突出的。月令，现在讲有一寡特别的、较突出的这个月令，顺阳之月哈，都四月令啊是啦，顺金之月叫做七月令啦，吼啊那顺阴之月叫做十月令啦，十月令，啊所以讲月令，好都顺阳、顺金、顺阴啦，那个市井谣传的幽暗之月，吼讲暗时啊哦，大家都也要惊。无啥敢处理，其实都不用这样子。农历七月却是节气最有金光闪闪的月令。当然啦、啊，每个卦象都有它正相反的卦象啦，有啊。哦、所以讲金光、珠光、宝气，金光就是煞气，好、哦、嘛，就咧讲肃杀之气。但是无论是正还是反，伊拢是展现着七月顺金。乾卦的微元，好，就是咧讲乾金，既然是顺金的乾卦，伊有一个权威在咧啦，有一个权威，所以讲七月叫做乾之六，也是乾之六。啊、哦，伫这七月补运会使无 ？A， 补落课会使无 ？A， 好、哦，七月叫做乾之六也，乾金啊、哦，这一把斧头，好、哦，无坚不摧，包括。鬼门，就是咱讲鬼门属木气啦。七月令一到，吼、哦，咱就是乾金多宝，吼、哦，这就是要甲鬼门拍开的原因啦，吼、哦。但是七月这太阳炽亮，七月的月亮越来越近中秋，好、哦，愈来愈近中秋，所以七月这个乾气是帝王之气，乾的气就是帝王的气。七月一，吼、哦，咱讲一片山原，然、哦、后，跟着吼、哦、啊，这个忧郁的，还是说你还怕鬼的，还是说你很怕？你本身七月份你就会觉得鸡皮疙瘩，七月份你拢唔爱甲想过好诶。其实七月份，你讲啊，七月是太阳，吼、哦。啊，甲这个月亮上光的时阵，气上霸的时阵呐、啊，吼、哦，咱讲要发挥一下想象力啦。纯金之夜能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至少啦，古早的皇帝，吼、哦，伊拢会选这个顺金的七月来登基。嗯，较早皇帝选七月来登基哦，嘿哦，较早皇帝选七月上旺的日子来登基坐皇帝位哦。因为七月是风光之月啊，所以不要把它想错了。七月正名叫做为大家谋福利，哦，
希望大家呢共同加油啦吼，先要讲爱共同加油。有诶，咱定咧讲，咱念啦念念哦，讲我啊七月啊认真念佛啦，啊较紧念念念念念诶，赶紧功德甲回向。回向则无情法，啊则有情法界众生，每一工早暗去拢会使，很把它念佛的功德回向，或者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或一寡完亲借助。可是问题就是讲，啊，你有啥物功德当回向？念一卷经还是念几声佛号就有功德了吗？不一定哦。好、哦，你念经的时候，你的心跟好、哦、你的意是不是有融合在一起？好、哦，都唔是干那讲安尼念念的哭哭的就好啊。讲，所以古早人讲，随文入观呐、啊。你在念经的时阵，就爱随着这个文，随着这个字。叫做随文入观，入观想啦，吼、哦，随这个文章，随这个佛经来入这个观想，这就是有功德啦。你念的一声佛，你跟阿弥陀佛就能合而为一啦。好、哦，如果讲心如火，啊，愿如火，行如火，言如火，那当然啦，言如佛，心如佛，啊，心灵合一。啊，当然你就是有真心在念嘛，一念相应，一念相应，念念相应。既然念念相应，念念相应，这来回向就绝对有力量嘛，吼。啊，你敢敢来讲念啊？咱的观世音菩萨，还是阿弥陀佛，吼、啊，还是咱的讲哦，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其实道教我们要念的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天尊、三救苦天尊，吼、啊。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啊，咱最伟大的无极西方母娘，吼、哦，咱的老母娘，吼、哦，这拢是口念呐、啊，吼、哦，不要心不要分散，你念什么经都有用啊。啊，所以说吼、哦，不要讨厌某个人，哦、有时阵呐、啊，吼、哦，咱啊很讨厌一个人呐、啊。啊！你要用这样的方式，这个人我足找的哦，我要甲念一下经，甲回向回向看，阿伯较袂遐找我呢。你这样行可以吗？要解可以吗？有你的心性改啦。可比讲哦，这个囡仔足唔听话，啊，我若讲啥就甲你应，讲啥就甲你应，我唔知会怎念啥物经，甲念哦，阿伯伊袂甲我应，啊，伊会对我较好咧。哦，你讨厌他。他也讨厌你啊！那个时候要怎么和解？啊，就你阿伯讲话，卖定找伊毛病啊，卖定干骂，偷偷啊甲讲，偷偷啊甲教。你的心若先放下，哎、欸，啊，你的面相，若要甲骂的时阵吼，卖足狰狞的，啊，伊看到你的温柔，甲你的温暖，吼、哦，哎、欸，伊嘛看会出到你的改变咯、哦。所以有时阵吼、哦，咱家己。看无咱家己个面相啦，咱家己个面相歹，啊，拢讲别人对咱无礼貌。有时你面相若好，人就对你有礼貌。所以讲，戒爱相应。咱定讲要戒恶消灾啦，啊，是讲我念经要来戒恶，我念经要来消冤亲债主，戒爱相应，才有功德啦。你要跟他的气有相应啊，吼、哦，行跟解不相应，哪来的功德啊？要行嘛，就爱改；要改，就爱有相应啊。所以以功德回向，你首先要回想到你有什么功德。你现在的心放下了吗？你是用善良的心、欢喜的心，你要跟他真正的用这样的和解，你的面色就爱开始会转啊。你看到伊，就会笑容。好、哦，这就是这个面相，面相会让人安怎看了会欢喜。啊！你下面臭嘟嘟，看你讲话偌好听嘛，无好听。吼、哦！啊，你个面啊，足柔和的，吼、哦，安尼，予人看起来，感觉讲很温暖。你讲什么话，人家都觉得温暖。啊，你的脸就是这样扑过脸，你在讲什么？你在练什么经？再怎么练，人家看起来都不是你很慈悲啦。啊，所以讲人爱生人啥？心念放下，过来就是心念。有啥物代志，莫定扣咧，吼扣伫个心肝底，互咱家己伫啊，一直定咧纠结，啊，毋茫举一支针来动家己啊。
啊，解放者了，这放下是安怎？较早的人讲十恶业相应，为什么安怎念拢念袂走？如果与十二月相应，那你念阿弥陀佛念再多啦，也是古人所说的化破那熬马翁人，这个是不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啊，你都唔是足真心真意的，所以你都要爱都要大声，一直咧念化破翁。那熬嘛枉然啊，事实就是化盘那熬嘛枉然。好、哦，啊，咱人都足奇怪，就很奇怪，会很奇怪啊，吼、哦。所以讲最大的功德，啥物叫做功德？就是人有良心，吼、哦，有良心就是功德。你很善良，又很有良心。不会去偷拿人家的东西，袂讲偷金偷念，袂讲偷金偷欠，啊，袂当安怎，袂甲人骗，这种啊，这吼，伊拢免念经啦，伊的功德最大。人家讲，伊不贪不处啊，最大的功德就是无量，是无量，但是从事，吼、哦，从事宗教信仰活动的人，很在意功德，即使不在意功德，也在意，真的从不想。要功德，哦、做到、哦、功德最大的、哦、要怎样才叫无量？人若用心去做，就是叫做无量。最大的功德，不是累积多少，不是爱收集偌济，这样才叫做功德。是你做的代志对，你今日做的代志对，一半是上天，吼、哦，予咱有机会伫这个所在，大家聚集啦，吼、哦。来做这个普渡的工作，啊，做普渡的工作，啊，你出一份，伊出一份，安尼这个普渡大普渡的工作，最主要我们要救赎的是什么？当然嘛，是为国捐躯的三军将士，为咱普桥走路牺牲的，而且所有的，吼、哦，伫山顶啦，咧，哦，伫乌棚坑啦，咧创啥，还是意外的，还有一些，吼、哦，真正为我们牺牲的非常多。啊，咱伫咱兜拜，讲一句歹听咧，啊，一束仔饭，一束仔菜，啊，若一丁入去，你安怎请嘛，请袂饱。所以，我们不如就是在一个大广场，吼、哦，做好我们准备的物量有够，过来就是咱搁有做油，做油餐，啊、哦，油餐嘛都爱有大个嘛，就爱有兄油餐的油，吼、哦，啊，咱讲神伊会当化，一碗化做两碗。两碗化做三碗，好，所以讲菜伊嘛是同款的，当安尼化。最大的功德是什么？不要只为自己，是要为国家、人民、百姓，因为因安怎死的，是为国捐躯死的，因甲咱铺石走路，因做着足危险的代志所死的，拍火兄弟是因为要救人，啊，所以嘛死去啊，这种啊，这种爱上功德本呢，这个我们是最敬畏的。为什么他为人民牺牲？好、哦，这个叫做真功德。啊，你有给人有参与的这个所在做占卜的创啥，他们得到你们的功德。为什么？是咱知影，最高的功德不是积累多少，不是收集多少，而是否打开无量这两个字，打开无量的机会，获得无量的可能。好、哦，这个无量是最大最大的无量观，最大。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发出的有够大，你的愿发出的有够大，哦，这种的这有时阵哦，你懂了，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人生心胸为什么会狭窄，是咱无把这个心给放出去。所以呢，古早人咧讲的一句话啦，讲一个卡桶会当得偌济水。哦，并且呢，咱慢慢了解讲，这叫做什么？就是讲一个人我会当掼偌重，哦，可比较早的人拢用这个桶啊，我拢是用茶做的迄种啊无，哦，啊，这个、木桶有一个定力啊，哦，你差不多偌悬，你担起来拄啊好，哦，啊，无你若讲迄个桶啊，你甲用足大个，啊，问题这个人个伊个体格就无在担这水。安尼等于嘛零，所以这个叫做啥？叫做短板理论呐、啊，吼、哦。什么叫短板理论？
因为咱要解决最好的东西，让你刚好，你若拄好会赢，啊也袂讲伤重，啊这个就是你爱去量量看卖，就是量咱家己的体重，了解咱有在担偌重，咱的肩胛头有法度安尼担偌重，安尼你唔只只是做工课会轻松，对无？啊，较早的人人都遮巧啊，人较早用茶落去熬熬汤啊。伊嘛袂讲乌咖咧大大，你都担袂赢，你乌遐大嘛担袂赢。所以咱人就会去看身材，这个人的身材应该这汤啊差不多外悬，伊才担会赢。担会赢范围就好，这就叫做木桶定律啦，也叫做短板理论啦。为什么？人总是爱替人想啊，你人都无遐尼大的力量，你干那要叫伊担遐尼重，还无可能。哦，所以来到伊。甲咱讲就是讲，人在成长当中呢，你必须先抓短，先抓短板，才能真正突破自我，取得更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啥，笑有长有短嘛，蠢嘛有长有短啊，物嘛有长有短，嘛有不足的嘛是，看你安怎用啊。所以每一个人拢有足侪不足的船，吼、哦，咱讲，这个短处啦、长处啦，都有啦。都有不足和短处，就如同木桶当中的那块短板，面对这个短板你不应该回避掩饰，就是古早人的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知道错也要修改，但是真正的错误不是每一个人，知人者知，叫知人者智，智之者明，即个就是咧讲，咱古早人先啊拢用这茶的物件，较早的人大汉都拢用茶的物件，即卖拢唔是啊，即卖拢用的是啥？吼、哦，用白铁啊啦，用啥物？用啥物？用啥物？阿鲁米啥物？大汉都来啊！哦，较早的茶，会当互咱起厝，会当互咱，会当互咱灌做灌水，会当做暗羹，拢是啦。哦，但是茶的时代过啊，吼、哦，即卖就换啥？即马着换新的科技的物件，看你要哪底要底偌大都有啦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短处自查自省的时候说，原来我们也长大了，时代也开放了，尤其是自己的短处，人只知道自知自查自省，但是咱的强人，我都强到外强，伊讲自胜者强嘛，但是我都强到外强，拢总无再来外强啦。因为短板不长同，水不满嘛，人不自强，哦，道不自显嘛，一定的啊。人就是同款，不管时代进步到什么程度，咱拢是爱个以道德良知为基础。我考虑进步到什么程度？进步到讲咱即嘛应该啦吼，会当得到的是什么？会当得到的是什么？嘛是爱照时代行，你时代有行，行到遐，吼、哦，你人呢？人总嘛是爱，甲咱有一个啥，有应该要有一个啊，哦，要有一个刚好的，迄个尺码，哦，像讲咱咧用物件，啊，这个袂暗，哦，啊，这个夹袂落，你个硬要甲剪落，遐就叫无合，无符合。啊，钱会落，唔知会吧？啊，会吧，都是会当用。吼、哦，这嘛是咱人咧研究的吼、哦。啊，即届吼，即、哦这个玛利亚啦吼，即、哦、嘛，有即个准台风吼，叫、哦、做玛利亚。吼、哦，对张甲今仔日，啊，一路朝北冲啦吼、哦，一路朝北冲。啊，阴暗的雨有较大小块。吼、哦，咱有准备吼，即、哦这个。玛利亚唔知会来也未来啦吼，但是这是咱哦，已经电台拢有咧报啊吼，啊咱报咱嘛，互咱知影一个讲啊上好啦吼，啊落一个就好啊吼，莫阁来啊，阁来第二届代志做大条的吼。后来咱即马咧，咱即马希望的就是讲风调雨顺啦，国泰民安啦吼。啊，七月时啊，好兄弟要放出来佚佗啦，上好唔通过第二届风台过来啊，安尼啦吼。来听一段歌，然后再过来开讲。
有时候啦哈，人到人世间的时候，你拢会感觉讲，咱人哦，啊，无比人搁较熬啦，得食饭，吼，食多食少，家己衡量自己啦，吼，啊，咱无比人搁较熬，卖扑结啦，吼，一旦安尼单纯啊，单纯过日子就好啦。照几分钟的时间吼，七月，今日已经是七五啦吼。啊，咱呢，道亲呢，咱也是如果吼、有咧参加这个秋季法会吼、咱差不多过一礼拜都爱一定爱转播啦吼，转播爱杂志啊吼，因为一个有剩的一礼拜都是一定爱布置会场吼，无闲也是同款无闲啦吼。啊，所以咱呐。今嘛，我阁有时间，一礼拜时间吼，咱吼想要报啦，还是讲要赞助花费啊吼，啊，咱拢会使呢，我即礼拜内底啊报好啊吼，报好，安尼呢吼，啊，特别予遐会计呢扩扩张啊吼，时间长无偌济，啊嘛长无几阵啊吼，正百阵尔吼，啊，即个呐处理你个吼，啊，咱工课对，较袂遐无闲啦吼，较袂遐无闲，吼，所以直接甲咱报告一下啦吼。啊，若是需要服务，寄送香油款、速茶、贡麻、小盘香、普灵灯、虫草丸、山高宝、金盖力、蜂胶牙膏、合力美，吼、哦，这拢是啦。吼、哦，咱若是有咧用的，用了都袂歹，啊，咱就要打电话来咨询的，咱直接打电话591605-5916045，啊，这就是吼、哦、啊，咱直接甲咱做报告的啦吼。哦来，即马来论仙啦，讲论仙、论真仙，就讲人安理不变，众理不挪，生理不死，何得可及？就即马在讲哦，即有修行的人，有修行的人，像中理咧讲人啦，吼、哦，自父母交会，两气相合，吼、哦，即、这个精会叫做包嘛，吼、哦，啊，咱定讲大。
太初之后，而且有一个太极，阴阳相生啦，吼、哦，气堆太化，三百日，伊自然就生啊，吼、哦，三百日，灵光入体啊。甲老母呢要分开的时阵吼，自这个太初之后，吼、哦，有一个仙降，所以讲吼、哦，五千日弃足，吼、哦，其实就是咧讲。每一个查甫也是每一个查某的啦吼，有法度吼，安尼伫老爸老母的这个吼，要一年的时间十个月吧吼，十个月要一年的时间，真正是无简单啦吼，三百几日啦，吼，但是生平啦吼，咱若如果讲走失了元阳，耗散了精气，气弱一病，吼，这就是平常时呢，咱做妈妈的哦。伊讲做老母嘛是着爱顾这个囡仔胎，食食你嘛是爱，袂使像讲啊，我着足爱啉凉的，我迄囡仔我嘛是共款照管。啊，食到尾啊，迄囡仔阿摆若出事哦，囡仔气管会无好哦，共款会咳咳嗽。好、哦，这就是咱讲妈妈爸爸伊有这个遗传性的，好、哦、像有个人有这个囡仔出事就开始有这个糖宝宝。糖宝宝反正就是因老爸老母甲传落伊个，啊，老爸老母嘛，因阿公、因阿爸安尼甲传落来，即种糖宝宝，吼、哦，咱有时啊，咱呐过吼食啦，咱做妇人吼、哦，如果有孩子的时候，咱一定爱呐，食嘛爱小可准则一下哦，袂使讲你想要食啥就食啥。伊讲羊呐走失去吼、哦，你耗散这个精气，这个气呐弱，或者囡仔细汉吼出事。不但头壳袂巧，自顺灵光，吼、哦！啊，这个囡仔吼，对，足爱耍，啊，性地介歹，吼、哦！过来就是啥，生落足特殊的，袂精啦，扑不着，安尼袂精，吼、哦！所以就是咧讲，这嘛是跟咱妈妈有关系哦，妈妈嘛是着爱啥，甲爸爸拢同款，对，一四个月的时阵，他就有胎教，你在做什么，他就学；你在讲什么，他也听到。他都听到，啊，所以讲，你若只嘛这个时阵，啊，袂，人讲咳啦，都还搁在腹肚底嘞吼，还搁在羊水内底，吼、哦，他都已经很聪明了吼、哦。但是既生父灭，既灭父生，转转不悟，就是咧讲世事对了，失心于异类，这拢是啥？这有时候妈妈也有责任呐、哦，爸爸也有责任，为啥物？咱要找一个讲吼，囡仔足乖。哦，搁好有其至今之根性，不合于人。吼、哦，咱像那讲人有法度去生到一个吼，安尼无业障的吼，还乖，还个头壳搁好，吼、哦，刷了身体搁好，袂愚痴的，吼、哦，出来来就是咱唔只是讲一个国家的栋梁，家庭要找上这种囡仔，出世搁好有其。吼、哦，啊，身体够好，啊，头壳够好，吼、哦，即生时八字个对对咧，哇，即阿伯拢会当做大官，啊，即毋是逐口走生有诶了，吼、哦，毋是逐口走生有诶，所以要甲恁讲吼，生于中国幸运啦，吼、哦，咱生伫即中国土，即、这个吼、哦，咱即蓬莱仙岛是足幸运诶啦，但是念就是咧讲着现在的爸爸跟妈妈，你要用什么样来做胎教？啊，即卖爸爸嘛一支手机啊，妈妈嘛一支手机啊，吼、哦，啊，讲话大拢坚定定，你要用什么来做胎教？吼、哦，只是吃的你就没办法给他胎教了，凊彩乌白食，啊，袂要顾身体，做妇人人爱养顾身体，第一人顾你家己，第二人顾囝，吼、哦，啊，做爸爸的嘛是同款，吼、哦，袂使两个啦吼，啊，拢无要甲这个囡仔胎教做好。等下你这个囡仔做歹教的时阵吼，甲你六年翘头的时阵吼，三四岁就甲你大声细声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吼，后果是虾米人造成的？是我们大人没有好的榜样哦，无迄个好的榜样去教迄、那个，吼、哦，伫胎内底，吼、哦，伊就已经开始啊，吼、哦，你甲你吸收啊，你所有的伊拢总知啊，这就叫做胎教，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胎教啊，吼、哦。来，今天有办事啦，吼，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